其实这边印尼人对华人的感觉不是说非常好，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还有很多的偏见，然后认为说我们是来赚他们的钱，我们最主要是要回馈。实际上他们薪资并不高，所以工厂在教育上面，比如说包括学费，我们可以无息的借他这个学费，哦，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员工福利。新设定带探索周报。